白鹤亮翅，老公，儿子累了吧？过来喝点水吧。来，儿子累吗？不累，妈，我功夫练成了，以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欺负你。儿子，这练功呀，讲究的是循序渐进，你才练武几年就说练成，除非你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。 你把我练了20年，才能发出一道剑气。爸爸，那怎么才能成为天下第一呢？等你随手能发出三道剑气的时候，就成为天下第一了。可到时候啊，你就成为老头喽，我和你妈更是老的走不动道了。走吧，老公。 咱俩给儿子做饭吃。好嘞。可是我已经能随手发出三道剑气了。站住！没想到小小的年纪这么厉害，想领教一下。你是怪人？有人雇我来杀你的妈妈。 本以为我天下第一杀手的身份来刺杀一个村姑，有些胜之不武，没想到遇到了你，很好。想害我妈，那你就是我的敌人。以后你就是天下第一。不过你也受了重伤，能不能醒来，看你的造化。 儿子，怎么了？妈，我保护你了。儿子，你爹！你没事吧，儿子？爹！这个月赚了10000多，再干一小年，就凑够给儿子去大医院做脑科手术的钱了。儿子成为植物人都半年了，这半年里每天我都心如刀绞。没事的。 医生不是说了吗？儿子的身体机能很正常，只是脑袋受了些冲击，说不定没准什么时候就出现奇迹，他就醒了。奇迹哪有那么容易出现？老老实实攒钱去治病才是正事。我跟儿子踩踩身体。刘先生，我家小姐有。我就是一个底层人，杀猪的，可不认识什么千金大小姐。我家小姐跟您是故人。 他说：“把这个东西给你，你一定会过去找他。”我去跟我老婆说一声，请尽快。我也说事儿。带路吧。行。师兄，10年不见，不知道。 你想我吗？好儿子，爸爸和妈妈早点给你攒够手术费。等你醒了，妈一定好好补偿你，给你做最漂亮的新衣服，做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。哦呦，蕾蕾，听说你男人上了一个女富豪的豪车了。哦呦，蕾蕾，听说你男人上女富豪的豪车了。陈婶儿。 还有个小师妹，10年没见了，过去见见，晚些事情说清楚。什么小师妹？明明就是她的小情人。陈婶儿，我相信小峰，不管是什么富婆还是豪门千金，小峰都不会动心的。10多年不见的人，他们俩之间忽然赶着巴巴的来见面，你说没存着什么心思？鬼都不相信。我可是听说啊，那个女的长得又妖又媚的。 你们两个又是老夫老妻了，在一起这么久了，是不是？哪个男的能顶得住呀？那怎么可能不动心？那可是初恋啊！师妹，请自重。我现在有孩子，有老婆。你有没有老婆和孩子？你说了可不算，说了才行。什么意思？我说，他俩的生死取决于我的一念之间。你也知道我家的势力。 我打定主意做什么事，没人能拦得住。你
如果我说半年前我就派人刺杀你老母亲，你会不会大吃一惊？你找死！12503块8。12503块8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这个月卖猪肉赚的钱是12503块8，没错吧？怎么了？这就惊讶了？那如果我告诉你？ 整个菜市场有一半的人都已经换成我的暗桩，里面留意到的店铺都悄悄的换了人。只要我想，我一声令下，整个菜市场就会有几百号人出来把你老婆剁成肉泥。我只要收拾周围武力，你根本没机会发号施令。没用的，我跟他们已经约定好了，每半个小时得不到我的消息，同样会有人一拥而上把你老婆和孩子都砍死。 这就是我的事业，师兄，有权有势是真的可以心想事成。你要不要拿你老婆和孩子的命赌赌试试？你到底想什么？我想和你再续前缘啊，师兄，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。10年前我不辞而别，是我要去国外继承我爸的千亿财产。 现在我爸咽气了，他的千亿帝国都是我的了，我特意回国就是要接你去国外享福。我看只得了失心疯，我从来没有对你动过任何感情，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。感情这种事，从来不能勉强。如果我非要勉强，半年前我就能请得动天下第一高手去刺杀你老，可是他命大，逃过一劫。 但是他有几条命，可以不断的有这种好运气啊。但是我的钱却是无穷无尽的。竟然杀死，难道就是儿子晕过去的那个？死的那个男人，他是谁杀的？是你儿子？死的那个男人，他是谁杀的？难道是我儿子？喂，妈。 我功夫练成了，以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欺负你。刘小姐，你在想什么？天天只不过是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，怎么可能打得过天下第一高手？师兄，10年不见，你越发的帅气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结婚典礼的礼堂，1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就在大家的见证下结婚。明天我们就去国外，我保证让你大开眼界。 带你踏足上流社会的生活，你是权倾天下的富家千金，我们就是杀猪卖肉的，实在很对不起。要是再逼我们夫妻，就成没人的地方。你权势再大，还能大到深山老林？我的傻师兄，现在南极都有人，哪还有没人的地方？我的人遍布世界，你如果违背我的心愿，不管到哪都会遭我的追杀。你再好好想想。 即使你愿意过这种单亲受怕的日子，你老婆呢？她真愿意过这种日子吗？孤男寡女的，你说你做什么呀？陈婶儿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我这个嘴巴子没把好门，扯东扯西的。哎，小凤啊，对不住了哈，你别怪我哈。哎呀，花蕾，我不理我了。我就是。 你说什么？不离婚吗？你儿子现在成为植物人，也是我派去的人。你们可以顶得住几次这样的攻击？我有花不完的钱，只要我愿意，我可以让你下半辈子每天都过。哎，你别急着反驳我。你可以过这种日子，你老婆可以吗？你儿子呢？你想你儿子醒过来，只要答应我。 我们今天举办完婚礼，农村村，我可以给你老婆和孩子他们这辈子。因为你那个小师妹，果然跟我这样做炸弹饭的过日子没有滋味，想去体验有钱人的生活了，是不是？我耐心有限，一个小时内解决完你老婆的事，长痛不如短痛。你是选择让你老婆痛恨你几年，然后忘掉这事，重新生活？ 还是选择让你老婆痛恨我，一辈子迈不过这个坎儿，一辈子杀死。
他跟男人不抢过有钱人的生活，男人不就是活一张脸？我每天在这里杀猪卖肉，所有人见到我都喊我一声猪肉。牵着我的师妹去国外，所有的人都恭恭敬敬地喊我一声刘总，这就是差距，天差地别的待遇。大小姐，您真的会给古野的前妻一大笔钱，让他养老吗？钱对我来说只是数字而已。 随便生他一个亿，对我来说根本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，而且我只答应了小峰伤害他的性命，我没有答应不羞辱他，我今天就让他彻彻底底丢了。所以，你对我的海誓山盟，说你爱我，说一辈子要跟我在一起，都是骗我的，是不是？原来我没本事，这可能是我唯一保护你的方式。 人都是会变的，我之前爱你是真的，我现在爱我师妹也不假。霍磊，你别挡着我发财。相信跟我朝夕相处的人，凤哥，发生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你师妹人威胁的，是不是？凤哥，我们什么大风大浪都过来了，如果他威胁你的话，我们一起面对，什么敢过不去？这次我们真的斗不过，我们都是。霍磊，这个黄脸婆难道就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吗？ 老实人之所以老实，是因为还没有出轨的本钱。你一个生过孩子、人老珠黄的老女人，你拿什么跟我身价意外的小师妹比？我是黄脸婆，那我们的孩子呢？天天呢？难道你就狠心放弃、弃子，连我们的孩子都不要了吗？我会给你儿子找最好的医生，让他尽快醒过来。醒得越早，对大脑伤害越小。你想让你儿子以后当个傻子吗？一个小偷有凭吧？我马上奔向全新的生活。 他爱死哪儿死哪儿去。我刘小芳，对天发誓，从今天开始和霍磊有天天断绝关系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乔归乔，如果刘小芳，你好得很。 在这里演什么苦情戏呢？哭哭啼啼的，真烦人。老公，别再这磨磨唧唧的了，一会儿耽误了我们结婚的吉时。不就一个女人吗？你都搞不定，怎么帮我打理资产万亿的公司？怎么，舍不得动情了？你现在半途而废，只会对他们娘俩更加不行。言出必行。 你今天如果断不干净，他们娘俩一辈子都会活在无穷的恐惧里。烦死！不是我能处理好，这个女人在这闹，无非就是想讹点钱。里面有一个亿，没有命啊，够你花一辈子的。你也别怪我和小峰，没有我俩，靠你杀猪卖肉，你卖一百年也赚不够这一期。 你可别把这卡弄丢了，你可以不要钱。但是现在还是生，给他看病需要钱，你以后就守着你的儿子过吧。省得老死的时候没人给你收尸。走吧，老公，在这看黄脸婆吐血真没意思，不要耽误了我们结婚的吉时。 刘小峰，你当真要抛弃我们母子吗？你今天要是走了，咱们以后就再也不用相见了。和你们再也不相见，那再好不过了。你要是敢追上来，打扰我的荣华富贵，我就打死你。奶奶，为了儿子。 我曾认识过的晚风，那是风帆相拥，可如梦初醒般的两手空空。答应我的事别忘了干。放心，我会保证他们安全的。
我吩咐黄毛带着两个混混给郑氏说过，你让他们记得拍好录像，我要让这个女人的形象在风哥心里彻底磨灭，只要搞不死他们，随便玩。是，大小姐。老婆，你有老公疼爱了，哥哥来当你的老公，哥哥。没有老公疼爱了，哥哥来当你的老公，哥哥疼你。臭女人，你这吃罚去了。哥，没有男人疼，哥哥来帮帮你。男人要过来，不然我剁了你。老大，这娘们是疯了吧？现在就是气头上，怕是不好惹呀。你们俩一会儿看着，等到他松懈，趁机夺了他的刀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。哥哥还以为妹妹是朵小娇花，没想到是个小辣椒。够了，我喜欢。本来呢哥哥没想怎么着，不过你这一巴掌倒是把哥哥的征服欲打出来了。我今天滚，快滚，我是再往前一步我真的会下手。呦呦呦，高劲儿，来往这儿看，大动脉硬，我直接死啊。砍死我，你坐牢，你那个植物人儿子明天就会横尸街头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。女人，直接剁了你！世界性，那个不能让他死。对，孩子，我的好孩子。妈，有我在，谁也欺负不了你。妈。有我在，谁也欺负不了你。好孩子，你终于醒了。这小子有什么妖法，劲儿这么大？没吃饱饭吗？就这么点劲？老大，这小毛孩嘲笑你啊！老子没聋，能听出来？你们刚才商量怎么欺负我吗？我听得一清二楚。你要付出代价。儿子，你不是被他们都杀了吧？晕了而已。孩子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妈，我说我是天下第一高手，你信吗？妈妈信，从我乖宝宝的嘴里说出来的话，哪怕再荒诞，妈妈都深信不疑。儿子，以后你只有妈妈了，你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咱们娘俩相依为命过日子。妈，爸其实是被迫的，你别怪他。你说什么？妈，爸其实是被迫的，你别怪他。你说什么？虽然我动不了了，但是耳朵很灵敏，这半年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。那坏阿姨以咱俩的生命安全来要挟爸爸，爸爸才对你说那些违心的话。其实爸爸的心里也痛苦的不行。我说呢，如果我跟峰哥这十年的感情都是装的，都是演戏，如果峰哥是个趋炎附势的人的话，我们这辈子只怕对人心彻底死心。莫莉，你可千万别把这张卡弄丢，可能需要。
你儿子是最强的。 好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救你爸爸。走，妈，等我十分钟。这次很硬的，磨刀不误砍柴工，真是你爸惯用的剑，宝剑磨亮了。欢迎各位莅临我的结婚典礼。 明日我们就要出国，所以没有大肆宣传，就找圈内好友聚聚。这新郎官看着一脸不情愿啊，听说是新娘强抢过来的。你小声点，你知道新娘是什么背景吗？你要是乱嚼舌根的话，估计明天你的尸体就在海里被鲨鱼了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新郎。 你愿意谨遵结婚誓词，对新娘无论是健康疾病、贫穷富贵、顺利或失意、美貌或者失色，都愿意爱她、尊敬她、保护她，在你们的一生中，对她永远忠心不变。我，你在干什么？快说你愿意，想想你老头和孩子。我愿。 他不愿意。爸，我和妈妈来救你了。没事的，咱们儿子可是天下第一的高手。<笑>天下第一高手，这个小孩子能拿得动吗？<笑>我说，怎么一个杀猪卖肉的女的带着一个小孩来抢新郎？原来啊。 是两个疯子。<笑>老公，你的植物人儿子虽然醒了，但你老婆的脑子好像出问题了。带着你的儿子，赶紧从这儿走，别在这捣乱。爸，你不用这样维护我们，我能行。啊啊 三道剑气，爸爸，那怎么才能成为天下第一呢？等你随手能发出三道剑气，就成为天下第一了。没想到，我儿子天赋异禀，小小年纪竟然成为天下第一，儿子，爸，你有骄傲。 和妈妈来救你了，什么？这孩子竟然是新郎的儿子？那来的女人是新郎的老婆？新娘子结婚当天被新郎的原配老婆和儿子抢亲，这事要传出去，估计也没人信。儿子，你怎么醒来了？有坏人欺负妈妈，我就醒来教训他们。我已经通知了孩子那些大人的尊师，他们稍后就到。你现在发什么神经？ 你儿子好不容易从植物人变成正常人，难道你想让他变成一堆肉酱？你这个人是猪脑子吗？既然你儿子已经死了，不好好拿着我们给你的那笔钱，叔叔夫妇的过一辈子，非要逼我动手打你们？老公，别演了，儿子都告诉我了，你是被这个女人威胁，才说出那些言不由衷的话的。你的所作所为，其实都是为了保护我们娘儿俩。我没有。 别胡说，老公，没事的。咱们儿子可是天下第一的高手，这个女人的威胁对我们来说不会有任何问题。爸，我来保护你。不，我们还可以有别的选择，比如今天跟你在这里把恩怨彻底了结，这样就不会一直活在仇恨里了。
什么资格找我报仇？白日做梦！我多的是时间。天下第一又怎样？能打又怎样？你们能打得过子墨吗？我一声令下，乱枪齐射，就能把你都给斩碎。没想到他在礼堂附近都安排了狙击手。狙击枪，密密麻麻的狙击枪。李默这个女人就是个疯子，我就不该受她的邀请来参加什么婚礼。老公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们母子既然知道了真相，我们就绝对不会让你再用自己为代价来守护我们，是吧，儿子？是的，爸，我来守护你。好，爸爸也下定决心了。再也不会委曲求全，哪怕我们一家三口都死在这儿，黄泉路上也有个伴儿，不像他死了也是无辜。那就去死吧。儿子，爸这么骄傲。老公，现在不用有任何担心了吧，儿子会替咱们出头的。不准去。师妹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你好自为之。再见。不，再也不见。希望我们以后不会再相见。你是想和我彻底撇清关系吗？我告诉你，撇不清。你就不想知道你儿子为什么会成为植物人吗？是你派人干的。8年前，我委托所谓的天下第一高手去刺杀你的老婆。结果被你儿子杀了，你儿子也因为受此重伤成为了植物人。你把你干的这些脏事说出来，就不怕我毙了？相比于你把我忘掉，我还是觉得让你痛恨比较好，起码有个念想，不是吗？恨比爱更持久。那就去死吧。我劝你等一下。我没兴趣听一个小孩的。不用很久，就等10秒就够了，我会给你个礼物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？难道你活不过10秒了？好，我就给你10秒钟时间，看你到底想玩什么花样。10、9。儿子在弄什么手续啊？7。他虽然是我的儿子，但他辜负了太多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3、2、1。小崽子，就不该听你的，让你苟且了10秒钟，去死。李默，如果你执意要和刘天天起冲突，我们中东商会联盟将会取消和你们李家的合作。经常对付一个小孩子，胜之不武。姓李的，如果你今天打开枪，阿联酋将会永久取消你的入境权。不会介入，但你以大欺小就是不行。老大，我这边的电话也被打爆了，全球30多个组织、商会、联盟都要求我们不能对刘天天使用火力，否则的话，就和我们李家断交。他们这么多势力，我们斗不过。老大，还请三思啊！不可能，他们就是杀猪卖肉的，怎么可能认识那些有权势的人？财阀、大佬、寡头，怎么样同时保护一个小孩子？他们都说刘天天曾经是他们的大恩人，要偿还恩情。那就更不可能了，一个小屁孩怎么可能对这些人有恩？老婆，咱们的儿子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我这个当爸的不知道的？我都有点麻木了。天天，你这10年一直待在爸爸妈妈身边，足不出户，都没有离开过村里，你是怎么给世界上那些大佬施加恩惠的呀？你们给我买了电脑，我可以上网啊。我把爸爸交给我的功法改良了，发在了外网上。你是说你把我交给你的养生功法改良之后发到了网上？嗯。那功法修炼后可以延年益寿，百病不生。哦，难怪。对于那些金融巨头、财阀大佬来说，钱已经不是重要的数字了。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能不能活得长久，咱们儿子给他延长寿命，怪不得说是咱们儿子对他们有恩惠呢。咱们以后啊，都要享儿子的福了。
主人，我跟他们协商的最后结果是这样。我可以不跟你们使用狙击枪，但是我和国际大佬约定，我可以撤销狙击手，不对你们使用热兵器。但是这里毕竟是我的地盘，你们闯我的地盘得遵守我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江湖规矩，上刀山下火海，过了刀山火海，我们冷兵器见真章。好，我来。必须得他自己来。不可能。不可能。那由不得你们。那些大佬对我说，他们成的是你们孩子的情，不是你们夫妻的情分。我怎么对着你们，他们不管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答应保护自己的父母，敢不敢答应我的条件？上刀山，下火海。这刀山啊，是在木板上钉满钉子，你要赤脚从上面走过；那火海是在地上铺满烧红的木，你也需要从上面走过去。这些完成后，我会给你一个找我讨还公道的机会。好，我答应。不行。刀山来了，上吧。儿子，不要，不要。妈，没事。死穴的手法不是你教给儿子的吗？你快解了穴，去阻止儿子。儿子的功力现在事倍事倍，你试了所有办法也解不开穴啊。儿子，儿子。你是天下第一高手又怎么样？身子还不是肉做的，走一遍这钢钉，你的血就要流干了。儿子，你小小年纪就来救我。儿子，别继续说了，现在去医院还来得及。林墨，我们认输，现在立马停止。我答应跟你结婚，答应跟你出国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放我儿子！晚了，我现在改主意了，我现在只想折磨这个小崽子。爸妈，别揪他。刀山完了，该火海了吧？来，不行。我们当父母的，如果让孩子为我们出头，我们躲在孩子身后，那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儿子，妈今天拼死也要护着你，没事吧？一会儿趁热赶紧走。爸爸妈妈，依你们。爸爸妈妈，过来，我有话跟你们说。儿子，儿子。爸妈，我现在要保护你们，让我来吧。儿子，开始吧。小崽子，你要是能从刀山火海上活得下，我真没准能高看你，但是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命。来人，上刀山火海。刀山完了，该火海了吧？来，这是是不是？好，好的很。上火海！儿子，不要，妈求你了！你们大闹我的婚宴，让我颜面扫地，这都是你们的下场。妈，别求他，我能行。儿子，不要啊，儿子！怎么可能？这块叫火海，没有人能够走完。那这事情做出来，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你出手了。
我知道，不可能，总管，不可能。我都完成了，爸妈的仇该报了。海城的十大武道宗师呢？死了吗？怎么还没来？要对付的是刘天天，转身就走，并且已经脱离了李氏集团，去忘恩负义的软脚虾！你放过我，我有很多钱，我有数不清的钱。你今天放过我，我给你十个亿，啊不，一百个亿，足够你们全家舒舒服服的过上十辈子了。你派人去刺杀我妈的时候，你想过放过他吗？我那是太爱你爸爸了，明明我和你爸是青梅竹马，凭什么你妈要横插一杠子？我不服！你什么东西？要是没有爱情，我只不过是想追求爱情而已，我有什么错？你妈不过一个乡村农妇，命比草芥，死了也就死了。我追求真爱有错吗？花阿姨，你太吵了。儿子，儿子，没事吧？爸妈，我好累。好孩子，好孩子。放心，以后永远不会有人把我们分开了啊，永远不会了。爸妈，我做到了，我守护住了你。好儿子，好儿子。